高又帅又能干，是我亲儿子就好了。比那个就知道躺在那看电视的臭丫头强多了。臭丫头，赶紧过来帮忙啊！对对对。哎呀，给世琴弄点喝的。没看他忙的满头大汗的呀。伯母，不用了，我还不渴。哎呀，世琴啊，别客气啊，想喝什么，让小吃给你做去。哎，电话。喂，蒋世琴，你要喝什么？一份浓缩咖啡加1.5份热奶，和0.5份奶泡。牛奶要用脱脂牛奶，不加糖，不加冰。你当我家星巴克呢？冰箱里只有200开，你爱喝不喝？怎么着？这可是我家，不就是小小的灯管吗？也能弄得满头大汗。蒋世奇，看来你也不太行嘛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们家要修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卫生间的马桶也请你冲一下哦。瞪我干嘛？不会修，不会修就早点闪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讨好了我妈就万事 OK 了。老娘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这里老娘说了算，你不要。妈，你不是在打电话吗？啥时候回来了？花小池，敢自称老娘了？那你是老娘，你老娘我是谁啊？我就是随便说的嘛，你别生气啊。哎，我现在就去冲咖啡，我现在就去。世奇啊，你小心点啊。没事。哎呦，亮了，哈哈，真厉害。什么脏活累活都丢给我，到底谁才是亲生的？世奇为什么住在你家？那场大火是不是你放的？神经病。花小池，我警告你。我跟世奇已经在一起了，你别再对他有什么想法。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都跟别人在一起了，还住在我家？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赶出去。蒋世奇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聊聊。这也太低声下气了，我得拿出气势来。蒋世奇，其实呢，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说。华春问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华春梅，你就这么喜欢盯着我看呢？谁喜欢看？我是找你有事儿。哦，什么事？你先把衣服穿上。不用。我以前在你家也没见你不穿衣服啊。那是因为我怕你受不了。这样就没人可以帮我打扫房间做饭。你给我滚。行了，有话就直说。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，你搬走吧，明天一早就搬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们家都是女人，你一个大男人住过来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影视剧都不敢这么狗血。我觉得这个剧情很好，如果有编剧这么写的话，他一定会风靡全球。就算你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你也该想想你女朋友吧。陈星颖啊，你该不会女朋友太多，连现任女友都忘了吧？陈星颖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也没有女朋友。好好好，你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所以你上次突然搞失踪，也不来我家打工，就是因为陈星颖是我女朋友这件事。这毕竟是未来的女主人，她的要求我也应该要听的。花小池，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是陈星颖付你工钱还是我付你工钱？你就那么听她的话？陈星颖又不是别人，她可是你女朋友。花师妹，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次，陈星颖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也没有女朋友。至于我的人，只有我能辞退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打开窗帘，让阳光洒进来，白色的裙摆，调侃着我百无聊赖。笑得像小孩，
让我快坦白，有什么隐瞒我傻笑着说不出来，难道我的线索全都被你猜，计划要被发现的我有一点点不安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我赶紧掩饰我那